大家好啊！那个，经过前一段时间的这个 AGI 的这个基础教学的学习呢，我们大概把这个 AGI 的开发的时候啊，需要的一些基础的这些技术都给大家讲过了。这个里面包含哪些呢？像包含这个，像基本的 promote，像这个，这个模型的微调，像模型的管理，然后这个，模型的这个，然后这个 launching 的，类似于 launching 的这种的。这个逻辑的设计啊，逻辑的设计，最后呢，我们，包括这些发布的平台，像 SQL、AGI，包括当然这中间呢，还用了很多其他的这个工具，比如说做这个 REST API 服务，类似于，就是说像这个 OpenAI 的这个 API 的服务，还有这个类似于像这个，就把这个服务做成，就是说跟这个 OpenAI 兼容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所以呢，各种包括这里面使用的这些技术，像 Fast API 之类的，这个我还有像这个需要把这个数据解析了以后放到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向量数据库的这个使用，然后读写这个常规的数据库，读写常规数据库的这些这个使用方法，我们基本上都给大家讲过了。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就是说重新把这个梳理一遍。这次呢，我们可能就叫这个。实战了，因为我们要从这个模型的这个微调开始，然后到这个业务逻辑设计，到这个模型的管理，到最后这个模型的发布，这样呢，我们就是重新做一些这个教材，把这个实际的这些东西再给大家讲一遍，这样大家这样具备一些就是说实战的这个经验啊，实战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呢，首先讲这个模型调整，模型调整大家都知道是用这个现在比较常规的用 DeepSpeed 的。啊，这个可以做模型的这个进行微调，用它做微调是比较好的。我们看这个 ChatGPT，我让 ChatGPT 根据这个教材，根据这个教材，我们重新做了一个这个，就是它比以前那个基础概念讲的那些东西更细致一点，更细致一点，而且包括一些理论上的这个讲解，比那个上次讲的就会更详细一点。首先我们看这个，它叫 DeepSpeed Chat。这是一个使用 DeepSpeed 的库进行大规模模型训练的实战教程和框架啊。这里面 DeepSpeed 是一个深度学习的优化库啊，用它使用分，它可以使用分布式这个训练，让它变得这个更加高效。在这个 DeepSpeed 的 Chat 中呢，特别要关注 DeepSpeed 的进行 ChatGPT 模型的训练。这个环境设置指南包括如何安装 CUDA、PyTorch 等这个东西。模型微调的话，它叫监督微调，supervised training，和奖励模型微调 reward modeling，这个就会比以前讲的更细致一点。然后多节点微调可以支持多个单一节点和多个节点的训练，可以使用不同的硬件，然后包含测评呐和一些实战的步骤。应用场景呢，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是一些专业模型的里面，我们需要进行这个。进行一些模型的微调，然后这个我们看它技术安装的话是比较简单，就是这个，它这个所谓技术安装，这个前面我们也其实有给大家讲过的，就是你需要这个是 Ubuntu 的这个安装方法，你先要对系统进行更新，然后安装这个 Build Essential，这样的话它可以就是用这个 Deep Speed 的这个安装的过程中，有些细节的东西需要改变。需要改变，就是需要进行编译，然后我们要创建空档的环境，创建用米粒空档或安拉空档。因为前面我们其实测试过很多啊，包括这个 VGNV 这个环境，有时候就从 VGNV 这个启动以后，我感觉反而就是调整的很慢，而且会出现这个，就是按照很多教程讲的这个东西啊，它调整以后它仍然。没法这个就会出现这个内存不足的这个错误。就我们一般的这个就是机器，可能你有3090的或者这个 GPU 卡，但是仍然会提示内存不足。哪怕训练几个 B 的，像7B 的这种模型，它都会内存不足。然后可能用 CUDA 的话，它可能这一块它是不是有一些优化？就是虚拟环境里面处理不一样。我这个当然没有细节的试过，希望大家可以。测试一下这个用 CUDA，然后你创建的虚拟环境，先把它这个启动，然后这个 CUDA 里面需要装这个 PyTorch 和 TorchVM 这个东西，包括这个 CUDA 的 Toolkit，然后我们装这个 DeepSpeed，
Unknown Deep Speed，其实这个 Unknown Deep Speed 的这个过程中啊，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安装的话，它没有安装这个 Deep Speed 的插件，所以说就是说你本地你没有，因为没有安装插件，所以说一般的大家都安装这个可以通过，但是一旦我们用下面的这个命令要安装插件的话，啊，但是这个里面直接在这上面这个也是可以用这个。DS Build OPS 这个 Option 的，这个要安装插件的话，这个像就是它其实插件很多，也有很多插件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 OPS 等于一的话，它会安装所有的插件，安装所有的插件，就是说可能有些真的是安装不上，就是你机器很多这个个人这个训练的机器可能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这个一些环境上的差异啊。就可能真的有安装不上，那我们可以按照它那个，就是这个 DeepSpeed 的这个官方文档进行这个部分插件的这个安装。可能我们实际训练的过程中，也不是会用到所有的这个它的插件。这里面就提到注意点就是，然后在安装插件完了以后，我们安装它的这个扩展就是 requirement 的这个东西，这个是标准的 PIP 的这个命令啊。然后安装完了测试以后，我们它提供了一个测试命令，就是这个 DeepSpeed 的叫 DS Report，就是你在用 DeepSpeed 的进行这个系统微调的时候，它最主要关注的就是可能你用了某些设定，它需要某些插件啊，这里面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所以这个 DS Report 呢，它可以让你查看这些插件是不是已经安装了有效了，如果没有有效的话，可能。就需要重新用这种命令去安装，用这个命令去安装。然后这个设置扩大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过程。这里这个扩大的设定，我们这里它也给你提供了一些这个命令。但是通常这样安装的话，一般的是没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但是有时候这个扩大的有各种版本，就像特别像这里。这里有各种版本的话，那它就出来不同的版本的这个目录。这个版本的，就是这个 CUDA 的版本，跟 PyTorch 的版本，还有这个 Python 的，它都是有一个兼容性的，跟这个 PyTorch 的版本有个兼容性。所以说，有相关的这个兼容性列表，有相应的兼容性列表。如果这个兼容性被破坏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就是本地的这个跑不起来。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那个查到了一些资料，查到了一些资料，就是这个 AJ 里面，首先关于这个 CUDA 的这个基础安装，我们这里有标准的安装的这个手顺，然后这里安装的话，如果只是安装部分这个插件的话，该怎么？然后安装的时候，有时候你因为这个 CUDA 的版本安装不对，你可能安装不进去，需要这个进行这个 CUDA 的这个设定，然后让它给跳过去。然后当然这个装完了以后，这个用可以这个进行这个，用这个命令，然后类似于啊，我们可以把这个DeepSpeed 的一些设定写到一个文件里面，最后我们调用这个文件，然后它这个 train 的话，也是这个 train 目录下面的。就是它有这个 train 这个命令，但是我们可以看刚才讲的这个 CUDA 的这个安装，CUDA 安装其实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东西啊。它这里的讲的只讲了可能讲的，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手册里面只讲了一部分，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还需要可能安装 GCC，还需要安装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因为 GPU 进行训练嘛，需要安装英伟达的这个 driver，然后安装完了，我们可能需要重启动。但重启动不一定是这个命令啊，我们在 WSL 里面，这个是标准的 Ubuntu 一样的命令。但如果说我们 WS 里面的话，就 WS 它有自己的这个重启动的这个命令，可能跟这个 report 也不太一样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用这个安装完了这个东西以后，driver 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SMI 命令，能够查看我们自己的GPU 卡的这个情况。你有几个 GPU 卡？它有哪些进程来运行？然后我们需要，就是说执行类似于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指定安装指定的 CUDA 的版本，就是有些 CUDA 版本低了，那我们那个其实装了也没啥用，
这个一个是 CUDA 的这个 driver 这个最新版本是不上我，但是那个其实这个 CUDA 本身的这个版本安装反正很复杂，我试了很多其他的方法，可能都装不进去。但是用这个方法可以把它装进去，装进去以后就是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路径设定的这个方法，但是这个里面有时候这个 CUDA 不一定是当前这个 CUDA 的这个路径，可能有一些带版本号的，可能是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用。MVCC-V 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到底装的是哪个 CUDA 的版本，装的是哪个 CUDA 的版本。然后这里边，如果你装了多个 CUDA 的版本，这里面还可以用这个命令，用这个命令去切换当前的哪是用哪个 CUDA 的版本，用哪个 CUDA 的版本。然后这里面是一些，就是说我们装这个跟这个 CUDA 版本要兼容的这个 PyTorch。装也当然是可以用，跟刚才这个也其实也展示过这个命令，就这两个这个 CUDA 的版本跟这个 PyTorch 的这个版本一定要适配，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然后装完了我们如果要让 DeepSpeed 能够跑起来，它要这样去检证这个 CUDA 是不是有效的，要用这个命令去。检查那个 CUDA 是不是有效，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装完了以后，我们用这个命令，同样的也是看这个，比如说 CUDA 的这个版本的，它这个东西，好像它是有效的，但是往往这个命令无效的话，那个 DeepSpeed 它仍然不会认这个 CUDA，因为如果不认的话，那就是用不了 GPU 卡，那这个系统跑起来就会微调起来就会非常慢，就基本上是难以忍受的这个东西，就是这里面。所以说，这里面有给大家交流一下，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啊，有非常多的问题。然后我们还有碰到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个 GCC 的版本，GCC 的版本跟刚才我们讲的 CUDA 的版本其实也是有关联的，也是有关联的。就是说，就如果说这个版本 GCC 的版本不够，或版本偏低，也会产生问题。所以说，这里面我们也用了这个 APT 或者是这个。去安装这个GCC 的版本，GCC 和 C++ 的版本，这里面包括可以用这个 update alternative 去切换这两个的这个版本，就是说这个它通常会大家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里面还可以可能碰到一些端口被占用的问题，这个就比较简单，我到时候没有真正的去碰到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是。这个如果是这个环境没有问题，大家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去验证 DeepSpeed 安装完成，然后用 DS report 发现这个需要的插件也都具备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模型的微调了。模型的微调呢，分下面的几步，一个是数据准备。数据准备的话，我们知道有这个加载数据可以加载这个训练数据啊、校验数据啊之类的，对吧？然后这里面其实它还讲一个这个 CUDA，但是我没有碰到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你 CUDA，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用下面的命令，就是这个，用下面的命令可以验证通过，但是用上面这个命令验证通不过的时候，往往他们其中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这个没有 export 这个变量，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这个好像是没什么太多效果啊，但如果是碰到可以试一下，但是不能保证这个。一定是有效的，可以试一下这个环境变量，但是不一定是有效的。然后后面我们再看这个 model 的初始化，如果这个一切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初始化模型，然后这个可以做一个配置文件，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展示过这个命令，你可以把这个就是相关的训练，就是微调的时候一些参数。写到这个 dsconfig 里面，避免我们每次要写一长串的这个 option。然后这个训练模型，它这里是用这个就是程序来做的。其实，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命令来做，用命令来做这个另一个模型以后，我们用微调它，用 DeepSpeed trainer，然后调它的 train 方法。训练完了以后呢，我们对模型进行评估，它会用这个测试数据集。然后评估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模型
保存到这个 ChatGPT 的这个模型里面。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监督，这个叫监督微调啊，监督就是它这个模型的这个微调呢，有好几种这个微调啊。我们第一个这个模型呢，当然说训练预训练是最难的，就是但是训练以后呢，我们主要有这个监督微调，监督微调就是给它给个监督数据，然后重新让它把这个模型调整一些，但是这个它需要设这个一些，就是加载代码呀，然后设它的这个一些模型的这个优化器啊，设优化器，然后。可以把这个参数我们刚才讲的放到这样里面，然后微调就是微调以后，然后把这个再保存，这是他们这个基本的这个微调方法，叫监督微调，用数据去监督，最后把这个模型保存下来。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叫 reward 模型微调，这个 reward 大家知道，有点像那个强化学习里面的这个方法，就是这个强化学习其实也分两种，一个是我们就是用这个 reward 这个类型，第二是有人的监督的这个 reward，就是分两步，这是 step 二，step 二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它跟前面的，应该稍微有点不一样，这个就是 reward 型的模型的微调以后，通常是在这个监督微调之后呢，通过强化学习进一步优化模型的性能。进一步优化模型的性能，然后我们，定一个，这里就需要定义这个 reward 函数，就是，用于评估模型生成响应的质量，然后我们加载这个微调模型，然后设置强化学习的环境，然后包括这个学习率啊，这折扣因子啊之类的，然后初始化这个模型 deep speed，然后调它的这个进行强化学习。进行强化学习，因为前面我们这里面强化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前面定义的这个强化学习的这个评价因子给它放进去，然后用这个测试数据对它进行评价，评价以后，这个第三步呢，它是叫 RLHF 训练，这个 RLH 这个简称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就是通过人为的监督。强化学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然后这就需要有人工标注的数据，人工标注的数据，就是然后加载以后呢，我们对这个模型进行训练，然后进行设这个强化学习参数，然后进行强化学习训练，然后最后评估这个模型保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就是说。基础的东西吧，其实，详细的这个，我们会有一个教程啊，就是会有一个更详细的教程，就是他们实际有调试通过的啊，就是微调这个通过的，就现在很多大家看到很多这个啊，各个地方都出这个就是大模型，然后在微调的时候，微调以后，他们就是适用于某个特定的行业，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医疗大模型啊，他们就是通过这种类似于这种技术。进行微调以后，然后重新把这个模型公开，就是让自己，这个，这让这些大模型可以真正进入到一些商业的应用里面，进行商业应用。然后这个如何评价模型，其实前面我们已经稍微讲过一点点，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跟类似的过程跟刚才是一样的，通过这个各种精度，各种标准来评价，然后它的一些问题。它的一些问题要检查这个，就是模型被重新调整以后呢，它可能会变得跟以前的这个维度不一样了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这里怎么去解决？其实，在真正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就在线查询，基本上也都可以解决。基本上我们这个监督微调，我们分这个三步，就是包括内存不足的话，其实很难解决啊，就是我看了，就是他们很多就是减少训练批次啊，然后，使用模型并化，反正使用了更小的结构啊，就是采用小的这个，但是我觉得都是治标不治本。那最关键是大家得用这个好的设备，那这个比如说 H100、A100 这样的大的这个有大的这个内存的，
那一般的这个3090啊，或者是我觉得好像，反正我试过，就是训练就是都达不到很好的这个效果，经常会报这个内存不足的这个问题。行，如果大家有对这一块的有，就是可以相关学习讨论的，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系。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能解决就是这些小的这种，比如说相对小的，就是像3090啊、二铁克3090这样里面能够训练，尽量可以能够训练这些大模型。